我是六月博，今天是107年9月29号，六块作战10点19分，首发赛是562次。今由海线看北回线看花莲的救世者的折叠门举光，一电投加八节举光，就像救世者门举光在等待他通过。六块作战，如果你喜欢的影片，可以把它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及观看我的影片。5624进入海线北回线看花莲的一电投加八节举光号，这项就是责任举光号。他的通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及观看我的影片。就这样，拜拜。126。哇，快！刚刚通过是562次，今天海线北回线看好花莲的1226电投加八节举光，这项就是这的边举光已经通过96块作战，就这样。留下片给我，再很多都电不到举光片。感谢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超花莲的6块作战，刚通过是562次举光号，通过6块作战，就这样，拜拜。